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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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允许，谁也不能苏醒。妄图苏醒他的人，便也去陪他吧。母亲，还想跑？现在求饶，顺了我的意，或许我还能留你一命。哼，想我求饶啊？不可能。你现在失去武器，已是穷途末路。如果现在跪地求饶，兴许我还会一时心软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想让我求饶？不可能。你想不死？不可能！但是你永远也醒不过来。下你，你要是不甘心的话，就随他去吧。陆朝阳，我发誓，我有生之年一定会让他醒过来，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。
我打起了御魔针，残岭哥哥，我。 残岭哥哥，这模样怎么跟刘卫一样啊？残岭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残岭哥哥，我是芷烟啊。 芷烟，糟糕，一定是芷烟被人攻击了。御魔阵已经开启，今天你插翅难逃。逃？我没想过要逃。 这是什么？万箭齐发，看来是御魔阵要开启了。御魔阵要开启。跟我说说，什么是御魔剑阵啊？这陆昭瑶当年围攻锦州城的时候，这锦州城有数百铸剑世家，众世家献出百万长剑，成万剑阵。 于锦州城上抵挡了大魔头陆昭瑶的进攻，陆昭瑶撤军之后，为了纪念那场战役，由剑心门牵头，依照当时万剑阵的模样，精心制作了御魔阵。此阵法，一旦感知到了魔气，便凝聚金剑，一触即发，城中妖魔自是无所遁形。这江湖中人尽皆知的事情，